我们先来看这台 Minota 的这个 V2 这台的话动态蛮漂亮的，有这个原厂的相机皮套，那它这个皮绳啊，这个相机背带都还在哈。好，我们看相机本身哈，那它这个有这个哈，以前这种老式的这种还蛮漂亮的哈，这个镜头保护镜啊，就镜头保护镜。好，那这台。快门正常可动可以看一下快门正常可动好，那镜头也保持得还不错因为在这之后用镜头保护镜看一下镜头还不错这个机身状态，这个皮革啊保养的也都还不错皮革看一下皮革都状态很好没有说像是有些是浮起来啊裂掉这样子可以看一下它在上面的。上面的一些金属件状态都蛮不错的底部也是。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底片式的状态。底片式你看一下。快门正常可动好，那以上就是这台 Minota V2 的这个视频谢谢。